大宝在这干嘛呢？给小橘子按摩呢。这大姐长得当得真好。真舒服呀。胖虎，胖虎，你来了，快上来按摩了。大闺女开始按摩了，你也是来享受一下。来，胖虎。我怎么啦？又撒娇了，能进去吗？你胖成那样了都，进不去就等着。那我要出去吗？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天天连我坐的地方都没了，你们天天。抱团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哎呦，这门开开你就回来了，这下好，我这床呀，成你们的地儿了。天天早上收拾完就给我懂得乱七八糟，皱皱巴巴的。你看这个小团子，从小到大就这么喜欢这么睡觉。哦，还喜欢这样，像狗一样。哎呀，大宝，你的脑袋都伸进去了。大宝啊，你的脑袋都陷进去了。大宝，这真美啊，这睡着觉还有人给按摩。胖虎来，我给你按了吧的，娇气劲儿，过来。好吧，够不到你呀，我这边来点，这儿来，来呀，等着呢，就是不一挠。胖虎，你咋长得眉清目秀的呢？胖虎啊，让他闹来，闹闹，闹闹，这大脸。好了，我只能搭个边坐，你们都被床都被你们占领了。看看，还呼噜噜的。这大宝啊，干啥呢？练手艺呢？去吧，去找胖虎玩吧。哎呦，你咋那么凶了？坏蛋啊，胖虎，你是不容挑衅啊，大姐。又睡着了呀？肚子疼啊？橘子啊，小橘子啊，你肚子疼啊？哎呀，这级别，小橘子混得可以啊。这给舔，那给揉的，俺睡着了。开始，对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是吧？这也睡着了，这一天天的太逗了。